中午11点，二厂某足疗店药水30-40件啊，现在跟秀丽我们正在快马加鞭的送过去，不能耽误顾客喝水啊，也是老回头客了。还有咱这个二厂皇家窗帘啊，都是大客户。到目的地了啊，盛世足道，直接歇呗，歇完买点肉回家吃饭去了。这是后门，从后门歇。媳妇儿，吹吹空调，咱走吧。我他足疗店来了，我看看。看看呀，你没做过足疗了还？想你是了，经常去。媳妇儿吧，搁这睡一觉吧，捏个脚多得。你看你这假日都没少来了，王晶。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，这做个足疗那边咋做了？呀，走吧，买肉吃去吧，到点儿了。下一站，店。来到人这店儿了，参观参观吧。王勇啊，咱那个弄弄那个床是1米5的床吗？我也不记了，忘了，应该是1米5的。大点没事，大点能握住啊。行，这个2米的可以。2米了，我能拿这个吧。这个色好看，是吧？嗯，这个色好看。咱大爷好吃羊肚、猪肚肉是吧？今个先买羊肚吧。买个羊头大包点，这个杂拌啥的，他这个在外边老长时间没吃这了，也是。大包几个呀？5箱了，大包俩不中。大包俩。啊。够吃了不啊？你哎呦，我不吃。吃。2羊头。还有一份花鸡汤，要是素食品。羊都大的了，吃完了呀。嗯，你戴上手套的，这个你还有了，嗯，那个小李豆豆那啥，那这个吃豆豆。咱都吃呗。哎呀，我不吃啊。那吃豆豆我吃够了。这盘子干净吗？干净。吃吧。弄了肉和吃完了，戴上手套子。嗯。哎，牛肉啊，他说，肉肠啊，他说，
你说是谁到哪？我说王总吧。他说看他像日常啊，他说拍了视频卖牛肉的。日常。牛肉那不挣。来弄两个，弄点馍，弄点杂粮。那把那喝凉了，喝凉的水。吃的中，家常便饭去。喝凉的。好吃不知道。嗯。好吃。这个好吃还是猪头肉好吃啊？热锅。牛肉好吃吧？哟，掰开了。羊脑子，掰开吃都中。倒两筷子吧，这个。嗯，一挂是吧？不吃一会儿凉了，不好吃了。一会儿我舌头这。他们里边家，他们不像还甜。嗯。你不如早上起来早，跟我醒六点都行了。咱的米味儿，不如下午跟下午改的少一点。再上哪去了？把那床拿过来。哎，这和这的床啊，拿过来就想睡也能睡觉。两个馒头啊，半碗花鸡汤，喝饱了。现在跟小丽去充电，充完电呢，下午再能接这个跑拉货的单子。这个充电桩就在这个科技信息大厦这边，是离我们这个最近的地方。往上班，往下班，你琢磨琢磨。准儿，有本头，往上，往上，对你口中那个往上。转转，你摸着我手，对，往上，时间，得教会你。不是，说有扳机，掀盖，单独掀盖。说这个扳机，这都是，它这有卡口。是往上扳啊，往右侧。啊，那不是上，右都是上。那是啊，那上啊，右是右，上是上。然后这脚都不一脚。这有个顶头一顶，顶住那种了。你这啥都没盖住，回来下雨啥的都得及时盖住。开始冲吧。现在你全程那个啥操作，你都当我不在啊。插上枪之后，听他这个声音，没顶一下话。没顶一下，我都是回家屋。啊，可能是检查检查。现在开始充电了啊，1.62块一度啊，白天充电贵，晚上是8毛多。哎，还是挺热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批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